从进攻投篮的就没有太好，可是我们全队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赢球。我也今天就是非常骄傲，非常高兴可以看到几个球员，Sean， 然后王旭，然后大海，人都打得非常好。然后我们今天进攻，防守防非常好。我觉得有些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比赛，我投不管是投篮球、三分球、罚球，我觉得是进了然后没进，可是我们不能低头，不能不防守啊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防守就是这种以防守带动进攻，进攻端你打得比较无私，是不是也是自己很享受这种打球风格呢？对，我就是很喜欢看大家很快乐的进球。我在 NBA 有很多不同的经验，还是最强的队都是大家，当然是团队篮球，从来不是喜欢一个人打五个人。全部从第一年在 NBA 到现在，我的打法还是一样的，主要是后卫、控球后卫都是提高我队友的表现。然后我觉得今天我应该，比较 poise patient 耐心比较耐心一点。可是我可以从这个比赛可以学。就我知道你之前可能看了很多首钢的比赛录像，那么实际跟这个球队在一起打的时候，会新发现一些什么东西？大家非常坚持。我们昨天没有打那么好，然后我们也是比较后悔昨天的表现。可是今天大家没有低头去篮球，或者觉得我们心态不好，他们就非常坚持的去打球。然后不管昨天的表现，我们会去对今天的表现的好很多。下半场的时候，看你在一直在鼓励那个。你是不是就自己看